现场各位黄南里四季和平社区的大家小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！我要听到前面这一台的声音，好不好？我要感受一下现场将近百人的热情，好吗？再来一次，你们好吗？好！好的，我是经过了魔术师组成，接下来呢，我想邀请现场大朋友、小朋友上台跟我一起变魔术。 但是呢，在变魔术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送点小礼物，好不好？小礼物是什么东西？没有错，小朋友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气球，所以呢，准备了什么样可爱的气球？好的，在变魔术开始之前呢，你要怎么获得气球呢？非常简单，就是魔术师拿出来之后，只要你喜欢，来前面拿我就送你。哎，这个妹妹最勇敢，给妹妹掌声鼓励一下。但是。 是我拿出来才来前面，现在冲来前面的没有，好不好？先冲到前面的没有。好，小朋友有点多，但是我怕你的发声碰撞，所以我要换一个方式。等一下，数到三，谁举手比较快，你就直接送给他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看一下接下来是什么，接下来送比较帅一点的。哎，不是冲来前面，是数一二三，好，准备好来喽，看谁比较快哦。一，二。 好，不开玩笑了，怎么样？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三来这一组，给这个弟弟掌声鼓励一下。好了，其实我今天不是来送气球，是来变魔术的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教现场说，大朋友小朋友变一个魔术，好不好？变完魔术我再来送。首先呢，变魔术我觉得要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这里准备一条红色的什么东西？ 手帕，接下来呢，把这条手帕拿起来塞到我的手里面去。你们知道这条手帕会变什么东西吗？变什么？糖果，有没有其他答案？三十八岁。谁说的？走啊，这边。你说的是哪里变给我看好不好？好，开玩笑。跟大家揭晓答案，你看，手帕慢慢的塞，慢慢的塞，塞到完全看不见之后，只要轻轻吹口气。 手帕会瞬间变成一个带，而且呢，手帕会瞬间变到我的头。